大家最喜欢、最期待看到的炎亚纶。再给我一次你们的尖叫声！哇，欢迎亚纶带来下一个舞。谢谢。诚恳，偏偏第二个我刚刚恰好把肤色，第三个我在干什么？静静看着两个我在拔河，第四个我热血沸腾彻夜唱着歌，第五个我却赖在床上一直瘫痪睡着。第六七个我到哪里呢？难道背叛我了？一边笑得疯了，一边哭得累了，太有两人，快要抱起了，快要虚脱了，下一个我又是什么？就算一边温馨爱着，一边激烈跟着心动，有几个痛得快死了，却还能活着？说，该如何？加速求了，一边却在刹车拍